是那个小逆仙。跟我走。妹妹，下次不准在水边玩，很危险的。这样，你去御史府找御史大人。啊，是夜叉大人，让他收留你一会儿。嗯，过一会儿哥哥去找你，好吗？叫阿诺。你在找你妹妹啊？可是那个小妹妹她不是你妹妹，以后不要再跟着她了，好吗？你说，是那个住在义庄的姐姐让你来找我的？哦，这个云昭言，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当我这里是慈安堂吗？谁都收留。哎，我又没不让你在这等他，你走什么？现在青州城的女子都这般放肆了吗？云昭言，上神，这解魄灯中的月像已搜集过半，上神是否有回宫之意啊？我对那月宫早已了无牵挂，回去也是自寻烦恼。这魁姬的心结也已解开，上神何必耿耿于怀？还是上神心中挂念昭颜姑娘，不肯离她远去？上神，如果你真的是为此的话，也请尽快了却情缘。你今日是怎么了？一反常态，平添如此多的感慨。之前你不都是一直在撮合我跟云昭言的吗？上神，你们人仙殊途，这样下去只会重蹈当年帝君和魁姬的覆辙，更何况当年觊觎上神双眼之人仍可能潜伏着，若那人发现了昭言姑娘的异样，上神，或许你离昭颜姑娘远一些，反而是对她最好的保护。难道是我奢望过多了吗？它像一个小球，真好玩。妹妹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妹妹，真好玩，真好玩。怎么这么烫？妹妹，
你乖乖在家待着，哥哥出去给你找大人来。真好玩，真好玩。你也来摇摇吗？婆婆，你等着哥哥回来见你了。安诺，婆婆一直在等你，等的头发都白了。云儿飘，叶儿翘，波浪鼓摇呀摇。妹妹乖，快睡觉。云儿飘，月儿桥，波浪鼓摇啊摇，轻舟拜月童儿闹，哥哥摇鼓妹妹笑。这些都是哥哥教我的。我的家人终于来找我了。阿诺和妹妹好好道个别吧。云儿飘，月儿桥，波浪鼓摇呀摇，轻舟拜月童儿闹，哥哥摇鼓去的地方吧。昭言，对不起，是我把你引入了危险之中，希望能弥补对你的亏欠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谢大哥，我都没注意到你来了。听说你在南郊遇见了刘匪。啊，还好大人及时赶到，救下了我。
你手怎么了？啊，这点小伤我都习惯了。今后还是要小心。嗯。这个给你。以后若是遇见了什么危险，就把这个砸碎。到时候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救你。哎呦，不用这样的，我自己应付得来。不用误会，我这样也是因为心里有亏欠。亏欠？是啊，南郊本就是我的管辖区域，是因为我的防范不周才让你遇到了危险。谢大哥不用介怀，也是我执意要去的，有大人在，我这不是无事吗？你与大人相处的还好吧？啊，我们和之前一样。那就好。既然你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记得，一旦遇见什么危险，一定要用这个罩我过去。一定会的。本尊在此，还不退下？其实你不必这样的，大人对我的庇佑已经够多了。我只是能待在御史府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以后我会变回之前的样子的。既然你这么放肆，那我就再容忍你一次。你走，你以后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啊，你听我说，郡主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跟着我，我求你了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郡主。你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了，我只是不想承认吧。承认什么？承认我堂堂一个青州郡主居然连冲出火海的勇气都没有。除了你这个每天神经兮兮只会抱头鼠窜的家伙，居然真的敢冲进火海，在你面前我才是真正的胆小鼠辈。纸，我也不愿意接近你。太美了吗？嗯，
在我复明之前，我娘都跟我说我才是青州城最漂亮的女孩子，直到我看见了